先生，关于财产问题，他选择放弃。平安何处无芳草？是个新草不完了吗？你往回走，不是监狱就是病房，往前走3000公里全是大美女。你现在就处在你人生的阴影里面，但阴影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，你怎么就出不来呢？ 说的啊，前面还有3000公里的姑娘，现在只剩下2800。就你们两个来的呀？没有啊，我们还带条小狗叫捕针。你谁家的？钱我花的，石头我买的，妞你泡的，你他妈还是个人？ 要不然这次我抢了你的，下次肯定就不行了。你要结婚？我挺好的，我特别好。女人都一样，是不是有钱就可以买更好？要这样咱们俩就完了，我就是你的一个阴影吧。 大礼，大礼，你听不见吗？大礼，大礼，还要重复多少遍呀？我之前失败的婚姻，它是我人生中的阴影，对吧？但那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。外面哥们说的。 我们之前见过呀。